还能穿这衣服，我天，厉害了！怎么了？我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然后那个，然后你做我心理准备。干嘛整那么严肃？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吧，我家现在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然后可能要破产。破产？什么情况啊？就那个，我爸前段时间一直在弄那个融资嘛，然后就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突然他就消失就不见了，然后。我也知道啊，就是怎么可能出现，就感觉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但是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导致我家现在资金回笼不上来，然后像好多外债给我家里打电话恐吓威胁，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要我，你知道我这几天，我你不知道我这几天经历了什么，就这我也没想到，就然后呢感谢你吧，然后就我就看能不能在骗我，没有，你听我说，没有，我就看，就是我，哎，你能不能那个看，你跟你爸妈说还是怎么的，你借我个300万，然后我先把这个，跟我爸妈借，我哪有钱？没，就先帮我把这钱还去嘛，我以后这300、500、10倍还你，好吧？好意思吗？你管我借钱？不是，你别激动，我那个我就想说、这个，你别碰我，不是你别。买我不是那你 OK 你没钱那个这样我之前给你买咱们买那么多包是吧那个表什么卖一卖我们把这个一点点还上是吧还一点税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我怎么能是那个意思我的你现在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我现在穷光蛋了没钱了现在又跟我要钱然后又跟我要包啊什么的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还一点税点因为以后这样结婚的话我们压力也很大谁让你结婚了什么时候跟你结婚啊不是你别激动，你这样干嘛呢？何必呢？干嘛要这样呢？就出现这么一点点小问题，我们两个一起解决就好了，就完事儿了吗？能解决吗？哎，你就靠你这份工作，你能解决吗？请问，现在你已经不是你以前的那个了。我现在你我想要什么，你给我买不起。不是那个，我就没他妈点钱就完了，我们两个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就不说了？我现在出现点问题，我需要你帮帮我，让我们两个一起扛过去是吧？就以后你给我三五年时间，我一样再可以给你买东西什么的。三五年时间，别开玩笑，就这样吧。啊 ，OK， 好，大概明白了，就是说，老子以前有钱的时候呼风唤雨，怎么样都可以。我想让你东你就东，想让你吸就吸是吧？现在我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是吗？是吗？就可能我现在碰一下都碰不了是吗？是吧？你现在没有钱就什么都干不了是吧？啊！你现在没钱，你什么都给我买不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你知道吗？你现在才不如狗。我朋友跟我说你怎么样，我真的我恨不得把我捧一下，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很好的一个人，真没想到你他妈是这副德行。你什么德行？这样吧，就我今天来呢，跟你说两件事儿。一呢，跟你讲我家现在出了点问题啊，跟你讲一讲。OK， 我看到你的独身性面目了是吧？那我现在再跟你讲个问题啊，就我家没破产。啊，跟你开个玩笑。你耍我呢？其实也不是耍你吧，可以看出你这种垃圾的人的狗脸，知道吗？什么意思？说清楚。别碰我，没什么可清楚，没什么可说清楚，知道吗？老子有再多的金山银山，不配你，知道吗？你不喜欢包吗？你不喜欢这个包那个包吗 ？OK， 老子他妈明天就把所有上山里的包全他妈买，全部烧掉，都他妈不给你，知道吗？那个，说这么久，那个口渴了，你不是喜欢当一条狗吗？捡去吧。